欢迎收看熊老师陪你教数学。那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组合符号 C 的计算哈，跟几何问题再做一些结合去讨论。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哈，这里有三条一组的平行线啊，这是四条一组的，这是三条一组的。如右图呢，问你说图中有几个三角形？那我们要产生三角形的关键就是三角形的三边呢啊，当然就是三边不能共一点啦、啊，然后就是不能平行。所以说呢，它其实你要有三角形齁，你就是在这三组平行线里面，你不能在一组里面挑两条。因为你如果在一组里面挑两条，那样就围不出三角形了。所以每一组里面你只能挑一条。那比如说我现在假如选择这一条和这一条和这一条。对吧，那我这样子选好之后呢，诶，我就产生了一个三角形，就是这个。对吧，被我突出的这个三角形，这样像这样子就有一个。那我如果选这里这三个里面我选不同的，这四个里面我选不同的，这三个里面我选不同的，就有另外一组的三角，另外一个三角形。所以它的三角形一定都是这样子横跨这个中间这个洞的，它不会挤在同一侧，因为你三组里面都只挑一条而已。那所以呢，第一题的这个三角形的算法就会是，那我们刚刚说这第一组 C3 取一，第二组是 C3 取一，第三组是 C4 取一。我的第三组就是这个四条的这个取一条。那样是3乘3乘4啦 ,36。可以吗？那问你齁，那会有几个平行四边形呢？这个平行四边形你会发现它都挤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对吧？平行四边形要产生的关键就跟三角形不一样。三角形我们刚刚说是你不能挑平行边嘛。那平行四边形的话就反过来，你要有什么两双对边互相平行。所以说变成在同一组的三条平行线里面齁，我要一次挑两条。因为你比如说我这个挑了一条之后，我另外一条如果不在这一组里面再挑，我去挑别的就不跟它平行的嘛。所以我一定要一次在同一组里挑两条。然后呢我可以在另外两组里面随意的再选一组里面再挑两条。这样子，也就是说，我只要把刚才我们这个三组分成这个是第一组啊，第二组、第三组，我们第三组是这个四条的啦，可以吗？所以我的平行四边形可能是由，比如说这个区块，它其实是由三二组成的。那如果是一二组成的，在这一区，由一三组成的，在这一区，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写一下哈，我们先写这个由一二组成的。那它是三条里挑两条，然后这个也是三条里挑两条。那你看，假如我这三条里挑的是这两条，然后我这三条里挑的是，比如说最上跟最下两条，诶，那我就围成这一个。我刚刚如果只挑中间跟下面，我围出来的就是这个下面这一块的，对不对？好，那所以说，这是第一。一二组成的，那如果是二三组成的，这边的话是四条里面挑两条跟三条里面挑两条。那如果是一三组成的是也是一样。梯形的话呢算是会长一点，因为你要有一组平行边之外，你还要有另外两个不平行边，所以它每一个梯形都会同时用到这三组。首先你要选一组是产生平行边的，假如说我选第一组产生平行边，那我在这一组里面挑一个上底一个下底，就挑两条，然后在这一组挑一条，在这一组挑一条。好，假如我们现在在一这里挑的是这两条，最上跟第二好了，然后在这里挑的是这一条，然后在这里挑的是下面这一条好了。那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我围在哪里啊？我围在这里，这就是一个梯形，有没有？细细的，细细的，有没有？我刚刚挑的是中间跟最上最左边嘛，然后这个是这个是挑最下面，对吧？所以说我总共可以做出几种呢？那就是我们刚刚讲，你首先要在这三组里面选一组是作为挑两边的。假如我这两边刚才我们选的是第一组。那就是 C3 取2。后面呢另外两组都挑一个，所以还会有一个 C3 取1 ,C4 取1。
那如果我平行边是来自第二组是 C3 取2一样齁，另外两组取一个。那如果平行边是来自第三组是 C4 取2 C3 取1 C3 取1，这样子这题可以吗？好，那所以我们来看到为什么我们这样的题目里面用的是 C 呢？ T 型虽然有所谓上底跟下底，可是我们在选的时候也怎么讲，我们不能自己挑上底跟下底，因为你另外两边两条围起来长什么样子，谁该上底就上底，谁该下底就下底，所以它没有上下底互换的对调的时候呢，那你做的就是三条里挑两个，好，三条里挑两个这样子，所以就会用 C。那如果挑一个的话，当然用 C 用 P， 甚至你直接写个3其实都没有差啦。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算式里有很多的 C 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啦。哦，这里有一个矩形，哦，切成很多块。问你在图形中有几个矩形，哦，那其实就是延续着我们刚刚的说法。你要产生长方形的话呢，哦，你可以说我挑一个左边挑一个右边，但是实际上你就是挑两条。啊，那个在比较左边的就是左边，在比较右边的就是右边嘛。所以我们等于是在这个1、2、3、4、5、6、7齁，这七条线里面挑两条作为我的左右边。在这个1、2、3、4、5里面齁，这五条线里挑两条作为我的上下边。比如说我假如说左边挑这个，我的右边挑这个，我的上面挑这一条，我的下面挑这一条。哎，这样我是不是就围出一个了，对不对？所以说，哦，直的七条里挑两条，再来在横的五条里挑两条，这样总共会有几种选择结果，你就会有几个不一样的矩形。好，哦，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C7 取2乘以 C5 取2，所以是210。可以吗？那如果问正方形呢？哎，正方形的讨论就有一点比较不一样了。我的边长是1的话，那我有几个？很简单， 1、2、3、4、5、6 有24个，是6乘4。那如果是边长是2呢？我选横的长度呢，我这个横的长度可以横跨怎么样呢？我可以跨这个12格，我也可以跨23格，对不对？哦，比如说这个就是跨23格的，对不对？我也可以跨34格，哦，比如说这个就跨34格，这个也跨34格。我也可以跨四五跨五六，好，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其实总共是五个。直的也是一样，就是会减一。你会发现，我们假如从下往上数，我可以是一二，可以是二三，可以三四，那它等于说我有三种直的可以挑，三种高可以挑，它会刚好是四减三啊。所以我如果边长三的话呢，那我横的部分可以一二三二三四三四五四五六。哦，就发现是4种，直的话是123和234，就两种而已。那其实还可以边长4的，就是3乘1 ，1234、2345、3456、哦，所以3乘1可以吗？它高没有得选，所以这样子乘起来的话是24、15、81，是8种。好，那如果要把 A 框在其中的矩形呢，我们刚才是说我们如果要数有几个矩形的话，我们就是直的选两条，横的选两条。如果今天你要把 A 框在其中，其实代表怎么样呢？你的这两条直的，一个要在 A 左边，一个在 A 右边。你的这两条横的，一个要在 A 上面，一个要在 A 下面。所以它就会变成齁，我们这个第三题齁，写在这里。那所以第三题呢，我们原本第一题的话是 C7 取2，这里我们就会把七个分成两组， A 左边两条， A 右边有1、2、3、4、5条，合起来是七条。我要在左边两条挑一条，在右边五条挑一条，然后我要在 A 的上面三条挑一条，在下面两条挑一条，是60。然后说 AB 都不在其中的矩形有几个，那讲这个 AB 都不在其中，你会发现它在外面其实零零散散的，这里还有一个，有没有？好，这样数起来很难数，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是用排容的方式会比较好讨论。
AB 都不在其中，它其实会等于全部减掉 A 或 B 在其中，所以它等于是全部扣掉有 A 含 A 啊，我们写含 A 再和含 B， 含 B， 然后怎么样扣掉 AB 都有，可以吗？好，那你也可以把这个负号乘进去展开，变成全部减 A 减含 B 加含 AB 都可以。好，那含 A 的话，我们刚刚已经算是60了嘛，所以我们现在要算一下含 B 哦。含 B 的话是左1234右123乘上上123下12好，所以是4乘3乘3乘2好，432乘6是72那如果 AB 都要含呢，你就左边只能选这两条，右边只能选 B 的右侧三条，那上一样有 123, 下一样有 12, 所以它会是2乘3是 6, 再乘3乘 2, 所以是36。那全部呢，刚算了210个矩形。114。那这个就是这一组题目。好，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出的不错的题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齁，有这里呢把数字分组齁，有 1,2,3,4,5,6,7,8,9,10 齁，一直到最后是 56,57 到66, 这是一组齁。那首先我们先观察它的题目的情境。好，那你会发现它第一组一个数字，第二组两个，第三组三个，第四组四个。这一组齁到66的其实你去算的话，它有几个呢？66减56加1齁，头尾都算加 1, 所以有11个。好，好，那所以它其实这是11组啊。好，第一组一个，第二组两个嘛，所以11个的这个是第11组的。这是一点。第二点，你仔细观察它每一组的组末。好 ,1, 然后你第二组的末因为加了两个数字了，所以它这个3是1加 2, 再来你又加了三个数字了嘛，你又往后数三个数字嘛，所以这个6其实是1加2加 3,这个10是1234加起来，所以它的下一组其实是好，组末会是1234合起来的15啊，它的下一组是11到15。那在下一组从16到多少呢，它会是1加到6、也是15加6是21好。那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慢慢吸收起来的数字组。13601521再加 6, 在这个加6了，再加 7283645,哦，这个加到9啊，加到10是 55, 加到11是 66, 再加12就 78, 其实大概记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记一个数字就是1加到100是 5050, 这个是我们是透过那个等差级数算出来的。因为1加到 100,1 加2加3加到 100, 首项加末项乘以项数除以 2, 这就是50乘上 101, 这个就是那个数学天才高斯在他小六的时候，记得是小六吧，在他们班上提出来的数算方法，就人家是天才。他说要在这66个数字里面任取两个数，然后问你说我刚好取这两个数字如果不在同一个括号会有几个取法，这样如果不在同一个括号的话，那我这里提供了两种算法。好，方法一呢是怎么样呢，我从 K 组中挑 DK 组中挑一个，再从其他组里面再挑一个。好，那会是怎么样呢，好，所以说我如果在第一组里面挑一个，它就还有65个选择。我如果在第二组里面挑一个，那现在我有两个选择。接着它还有66减2是64个选择。也就它会变成是这样，1乘65。我如果一开始挑的是第二个，第二组的，那我有两个选择，那后面的我还有64个。如果我一开始挑的是第三组的 ,456 挑一个，我有三种选择。挑好之后这组不要了，因为我要在不同一个括号。所以剩下的还有66减3是 63, 在这一组四个里面挑一个。然后再其他的挑，剩下还有66减4是62齁。一直到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一组 11, 然后乘上66减11是55。然后都加起来。那这个做法呢，
欸，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样子会重复挑，因为我先挑一再挑六，跟我后来先挑这三个里面我先挑六，在剩下的63个里我又挑一是重复的，所以会整个算完成二分之一。那这个做法呢，它这个仅限于一种情况，就是你要学过 Sigma 累加的计算。那如果是写成 Sigma 的计算的话呢，你等于有一个数字从一数到11的过程中， K 等于1到11的过程中，你算的是 K 这个数字以及66减 K 相乘，这个是一起去做 Sigma。 那因为有的学生可能没有学过 Sigma，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做练习。那会的人可以自己算算看，等一下验算看看答案有没有对。那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要提供第二个方法，也就是我使用排列组合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用全部乱选，全部乱选66个数字里面选两个去扣掉。你说你要这两个数字不在同一个括号嘛？我偏偏就让它在同一个括号，然后我扣掉就好了。那如果我在第一个括号可不可以？但是不可能。那在第二个括号呢？可以啊，就选23，这样就是两个数字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选2和3，那我就几种选择一种。那这个如果你有意识到的话，就是你可以说我这只有一种，但是这个呢，三个的呢，那我如果我要选这三个的话，我可以选456和46，就三种嘛。如果选这个的话，就会怎么样？7879 70 89 80 90，对不对？六种，你就会发现什么？其实它是 C4取2。那这个刚才三种是 C3取2啦，所以它其实两种的一，这个两个的一种的这个是 C2取2 C3取2 C4取2 C11取2。也就是说题目是说我要不在同一个括号里有几种取法，我刻意把它选在同一个括号里的。有观察到 C4取2是关键那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算这个会不会很难算？所以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观察到它是什么巴斯卡定理的速算。C2取2是1，是1 sorry。那它同时就是 C3取3。然后 C3 取3跟 C3 取2就符合什么？上面一样，下面差1。所以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C4 取3。然后跟这个 C4 取2再来合并，上面一样，下面差1，所以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是 C5 取3。那你就会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最后合并起来就会变这个，上面加1，下面也加1。好 ，C12取3的话是12 11 10除以3阶，对，是220。这个这样的计算要能够独自快速的完成就是说 C12 取3，我上面这个12 11 10等于是 P12 取3嘛，就是12阶最大三个。那 C12 取3会是P12 取3除3阶所以我就12 11 10除以6。那前面这个我要用 C66 取2扣所以一样的道理， C62 取2是66 65 除以2 33。可以吗？让你们做上面这个方法一有没有做对呢？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